糖果你还有吗？啊，乖了，不要哭，糖果我还有。嗯，都拿去吧。哈哈哈。 干什么？你们都要记住一点，金门已经沦陷，这里的一切。 我问一下，你们这是谁是老板？我是。哎呀，恭喜恭喜恭喜发财！财日进斗金，财源广进。我们哥几个是过来收保护费的。保护费？嗯。子成，嗨，这金门城都破了，该关张的也都关张了。您说。 您还收哪门子保护费呀？他是老板。哎呀，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！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你们合起伙来欺骗他们，这可是杀头的罪。欺骗日本人？现在日本人全城在树立民心，他们专门抓那些坑蒙拐骗的人。 我要是您，就使点下，赶紧走。万一日本人真来了，到时候您想走都走不了了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城没破，保护费得交；城破了，保护费照交。不知道我跟日本人的关系吧？秃子，拿出来让他们开开眼，看看。 大日本帝国也是日本字啊，是委托书的意思。合起来就是大日本帝国委托书。哎，你们呢，别稀里马虎的，这个是真的。胡哥说那话也是真的。哼，他们懂日本字吗？啊，你们懂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日本军方给我的惠民委托书。惠民？ 嗯，就是听日本人的话得活，不听日本人的话得死。老子我现在是日本人身边的红人。说白了吧，他日本人管不了这么大的金门，啊，我的兄弟呢，遍布金门的大街小巷。我们得有你们养活才能活呀！啊，
少废话了，交钱吧，要不然老子我就砸店了。先生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请您海涵。富贵，你拿钱。明理人，他也得拿钱。胡子，验一验。哎哎哎哎！暂停！下个月这个时候还要来？什么？暂停！搜捕工作进行的怎么样啊？先生，指导军正在进行全城大搜捕，威慑浪费。现在金门城是一团乱麻啊！中心者有，伪中心者更有。是该测一测他们谁是帝国的朋友，谁是帝国暗藏的敌人的时候了。啊，同志各上会，为了庆祝帝国的军人进驻金门，让他们各备一份礼单上来，表表忠心。嗨，我这就去让各上会把他们的镇宅之宝一一列入礼单，请您过目。乔德玛的，尤其是山西商会的冯大富，我听说他手里有一个。簪子，是当年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宝物，提醒提醒他，让他送来。明白啊，去吧。快点！我是给皇军宣传那个惠民政策。误会，一场误会。这文件从哪里来的？哪里啊？火车站那儿。路匪，是那个路匪抢占皇军火车站的时候，我恰巧经过，本来是想那个救几个皇军的人，可是他们下手太狠了，都给杀了。我这不没机会吗？我觉得这个上面有大印儿啊，肯定是个重要的文件，所以我就随身携带。现在是物归原主了。物归原主。我想你是想把它亲手交给我们。对，皇军英明，我英明吗？对，但不像。但我不笨，你想用它来敲诈混饭去吧。我最讨厌狡诈的人，而且更讨厌你的目光的狡诈。帝国需要的是不狡诈的人，你不是顺民。别杀我！哎，我真是顺民。顺民，大顺民，我立功，我能立功。立功？对。你有什么功好立的？难道你知道是谁杀了我的士兵吗？这个我真不知道，但是，我叫杨虎啊，我的兄弟啊遍布金门。你问我兄弟？对。我和我的兄弟都愿意为皇军效命啊，肝脑涂地在所不辞。别杀我！这个可以考虑。我还有杀手锏。杀手锏有意思。那个，我知道很多在金门跟皇军作对的人，我跟我的兄弟愿意配合皇军，把他们找出来。这个主意好，我喜欢。你喜欢。这些人中，你能找出谁是皇军的敌人吗？找找看。起来吧。
对不起，老爷子，这日本人连女人和小孩都敢杀，今天要是找不出个人来，大家伙都要倒霉了。败类，他就是他，他给陆有一部队送的水，要是没有他送水的话。 陆有一部队，他不会坚持那么久。黄金的损失一定能减到最小。哼，好，很好。是你吗？是我。嗯，怕吗？ 不怕，好样的！可惜你们的陆司令不争气，被打死，你伤心吧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好，好一个士可杀，不可辱。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给我跪下磕个响头，我就放你回去安度余生。大爷，你就跪一下呗，这能怎么着啊？这一把能保全一个命啊！对对啊，大爷，哎，太监，伙计，伙计，伙计。 我劝你点，老爷子，你就跪下吧，我求您了，保命要紧。昨天，陆有义军魂撑起了金门的脊梁骨，老夫今儿个虽然要随陆司令前去，可却也撑起金门的脊梁骨。 更值，区区一条小命，有什么可惜的？金门的老少爷们儿！ 老汉无能，先走了。等来日赶走了这帮强盗，劳烦哪位路过我的坟头，痛报一声，我这儿谢谢了。你。 外边大墙了吧？狗娘娘的，日本人又在街上杀人了！啊！太残暴，太残暴了！不是人，这他娘的不是人呀！哎呀！哎呀！
军营事件，到鞋店随意杀人，帝国的士兵屡次被刺，成了中国人的笑柄。金门城里一定有抗日团体和帝国作对，太猖狂了，太猖狂了！嘿，薛胜正全力去办这件事，一定会将所有的反日团体全部肃清。 此事重大，绝对不能让民众的抗日之心死灰复燃。哎，眼下有线索了吧？这伙抗日力量隐藏太深，目前只能先维护住民众的反抗之心。在金门找人不是我们的强项。 不能盲目寻找，他们隐藏得很深，无迹可寻，这样下去，势必影响到帝国的威信。我们必须使用巧力，才能事半功倍。哎，这也就是中国俗话里所说的“竭力打力”。学生明白？啊，我让你物色的人怎么样了？找到了。 有一个叫严虎的混混，他是警察局吴清局长的耳目，一直在暗地里为吴清办事。现在我给他一个身份，让他走进明面来。这样一来，我想他一定会对皇军感恩戴德，一定能为帝国事事效忠。我看此人再合适不过。好，我们就需要这种人。 不光怎么说，按照你的方法去办吧，一定要肃清。金门城里的反日势力。哎，他妈老瘪犊子，对老子是不放心呢。走，表现表现去吧。来，给我来。那个大家伙儿都安静会儿啊。 也都看到了，这个呢是皇军颁布的告示，上边写个啥呢？不识字的没关系，我给大家伙叨吧叨吧。皇军呢为了保金门一方平安，打今儿起呢，这所有的危险刀具一律上缴，都得交出来啊！要是让我们给查出来了呢，按通敌罪并处，是要砍头的呀！赶紧回去找找吧，啊！ 哎，哟，散了吧，散了散了散了。呸！就他妈是一汉奸。老子虽然是一混混，可是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卖国求荣的人。哥，我不明白呀。 咱跟姓吴那老瘪犊子不干的一样活吗？能他妈一样吗？啊，咱是为了活命。我
混口饭吃而已。他妈这种人是主动卖国求荣的，这性质不一样，懂吗？什么叫性质？不会说话别说话，把嘴闭上。那要这么查，能查到杀黄军的凶手？不行也得行啊！啊，这吴清都亲自上阵监督了，可见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。哎呀，这人要找不到的话，咱这日子也不好过呀。可我那还是不明白呀，你就是找到了凶器，也找不到凶手啊。我他娘的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啊，你蠢吗？这敢闯日本兵营的人，连日本人都敢杀喽。咱要是给找到了，那咱也得被咔嚓了呀。我呀，就是拉大旗、打小仗、造造声势而已啊，蒙混过去就算了。啊，懂了吗？懂了，懂了。哎呦，我脑袋！终于都置办齐了，我都累瘦了。哎呦，太好了。这以后啊，这就是咱们的家了。哎，你们都爱惜着点啊，先给他放下来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文辉，留意点啊，你置办的这些器材怎么都是旧的呀？旧的跟新的一样好用啊。但旧的容易坏啊。坏？这没有人上门拍照，那才叫坏呢。哎，文辉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这照相馆不是用来赚钱的，做做样子就行。我爹说了，有钱不赚，天理不容，赚钱去喽！冯武贵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这照相馆不是用来赚钱的，你别给我瞎招人。照相馆不赚钱，那叫什么照相馆呢？就到了，熙然，真的是你啊！你不是走了吗？我走不走关你什么事儿？有什么事儿赶紧说啊，别耽误我的约会时间。哎，你不是走了吗？留在金门不要命了？我是走了，但是因为我发现了一特别大的商机，所以我就又折回来了。命算什么呀？钱才是最重要的。不过也是啊，你们父子俩爱财如命嘛。话，哎，你怎么不问我是什么商机呢？好玩好玩，下一年好玩。我开了一照相馆，显眼吧，大吧，小金库。我还以为多大的商机呢，一个小小的照相馆。至于高兴成这样吗？别看小，小看这照相馆，我告诉你啊，想不想跟我合作吧？哎，你妈不是一戏子吗？不是我的意思，你妈不是一个大明星吗？啊，你就把那个想给她拍照片的记者啊，都介绍到我这儿来洗照片，到时候我就能是进斗金了。你不用入股，到时候你就等着分红就行了。就你这小照相馆？我要想开，十个八个都不在话下。没什么事儿，别耽误我的约会时间啊！哎，熙然，想好了随时联系我啊！众盛照相馆。是荆门的一个混星子，怎么突然就被日本人重用了？岩虎不单单只是荆门的一张活地图，平常厮混的那些三教九流遍布全城租界，
日本人看中的就是他这一点。那天闯入军营看日本人头的人，有线索了？还没有。杀汉奸还是要杀日本人？你开什么玩笑呢？我必须把我们那些刀械全部都找出来，要不然的话会有麻烦。冷一峰，你看没看见那把杀鸡的刀啊？我必须给他找出来，要不然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瞧你点出息，你至于吓人这样吗？就是。哎，子正，你那把杀日本人的刀呢？啊，可不能放在那儿，这时候一定是炸弹。都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我是认真的。早放起来了。先生，冯兰博到了。哦，冯先生，冈本先生。嗯。看来线人给我的情报很准确啊，冯先生，你太让我意外了。哦，快请坐，请坐。冈本先生啊，其实呀，其实我早就想给你送过来了呀。你也知道。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慈禧老佛爷墓里的陪葬品，我是花了大力气从怂殿营手下一个副官手里买下来的，在景蒙，也就是冈本先生你，值得拥有这个宝物。孙先生，你有心了，只要冈本先生喜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冯先生，既然它是商品，就应该有价。冈本先生不想亏待你，那你开个价吧。开价啊！哎呀，要说这价值嘛，那确实是挺高的。十年前我是花了三千大洋把它买下来的。哎呀，既然冈本先生喜欢，我就按十年前的价转给你，象征性的收一点，也不枉费我替先生保存了这么多年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按道理说吧，我要把它卖给典当行，那至少得10000大洋啊。就这个赫，啊，还是个花300大洋，定做的呀。冯先生，对行情还是很了解的。嘿，那么你看看我这把军刀的价格。哎呀，冈本太穷，我是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哎呀。凭我和冈本太君的交情，跟荒军的交情，我怎么能收你们的钱了啊？哎，你看，你总是这么客气。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冈本先生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就写告辞。哦，告辞了。不送了啊！啊，这段军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很好，漂亮，价值不菲。假的。假的。
这个冯大富，我看可以叫冯大胆了，居然拿一个假货来糊弄我，哎，还跟我狮子大开口。既然是假的，冈本君为什么不一枪给他毙了呢？我喜欢他。冯大富这么狡猾，不给他一点教训，他是不会给的。不，他会改的。我还指望他以后给帝国带来更多的财富呢。漂亮，价值不菲。哦。掌柜子，啊，簪子送出去了，换了多少钱回来呀？哎呀，日本人的钱你也敢要？你敢要，他就敢让你蒙命花。你敢要啊？我可不敢要。老蒋呀，我给了冈本一个假的啊。我怎么能给他整着了？哦，他说要我就给送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做生意的？对对对，掌柜子，嗯，这让冈本发现是假的，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！哎呀，发现不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也倒是，他一个日本人，哪懂得咱们老祖先留下的东西了？嗯。哎呀，老蒋呀，做生意啊。就得胆子大，尤其跟日本人，更得胆子大。你不慌，他就看不出破绽。嗯，哎，今天冈本见了那簪子呀，可高兴坏了，要给我钱来着。虽然我没敢要，可是我送了个大人情啊。虽然是一个不值钱的假货，我也就大方的送了。只不过那个呵呵是真的。可惜了，哎呀，是啊。谁呀？冯先生在不在？冈本先生有请。啊，听这声音啊，像日本人，是不是那个簪子假的，让人发现了？哎呀，你胡说个甚呀！快去看一看，要是找我，就说我不在。啊，好，快快快快快，快去！太君，冈本先生说了，冯先生的簪子是宝物啊，所以请冯先生参加冈本先生举办的文物鉴赏会。一定，一定。掌柜子，掌柜子，掌柜子，老蒋。您怎么躲那儿去了？哎，是个日本兵啊，送了一张请柬，说您送那个簪子是宝物。冈本呢要举行一次啊文物鉴赏会，让您参加，这是他的请柬。哎。师傅不是货，师傅不是货，师傅不是货，师傅不是货。不行不行，把这个短的菜刀和匕首都给丢一边去，重新找。为什么哥？短的不行啊？不行！你想想，你傻呀？那杀手跟切西瓜似的，一刀一脑壳，一刀一脑壳，那短的能成吗？得是长刀。要想保住咱的命啊，得先过了吴清这一关。吴清信了呀，冈本自然也就信了。还发什么呆呀？找去！哎呀妈，愁死我！
这从器型上看，这真是一个景德镇的元青花呀！啊，你看这盘口，啊，这双寿儿，啊，几乎和真的一样啊！哦，这图案画的还很精致，也跟真的差不多。我再仔细看看啊。哎呀呀呀呀！哦，从这底部的抬看，这不是景德镇的青花呀，这是产自云南的青花，虽然也都是元代的，可价值上就比景德镇青花差了10倍也不止呀。冯先生，你对古董的造诣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呐！啊，刘会长，你对古董看走眼了，对帝国不忠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。商会的刘会长啊，是刘会长。冯先生，既然你对古董的鉴赏力这么强，那么就请冯先生再鉴赏鉴赏冯先生前些日子拿来的这把簪子吧。刘会长生前说，这把簪子是假的。我的爱着。